往年了哈，装修公司也开业了，然后我们今天来订柜子，要抓紧我们的装修进度啊！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这是装，这边儿翻译视频那儿，哎，那个也想背啊，但是它又有点点灰色。那个样子看来是可以哈。这颜色有点偏深。啊？颜色有点偏深，我们的地板砖有点浅，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。可以选一个类似的，但是稍微浅一点的。我觉得还可以。这深色是看起来要高档些嘛，但是就是要面积要大。看柜子看累了哈，我们先去把饭吃了。我的妈呀，吃饭才是头等大事，其他都不重要。你要吃炒饭。那个店儿我们以前跑装修的时候经常在那儿吃，价格也不贵，而且味道也可以。怎么样嘛？我跟你说，下次你来点他的面，他的面好吃。慢点吃，我跟到了哈。跟着是跟着。你也慢点吃，胃不好的人。他平时都是翻个哈，我记得以前的平时两根翻跑。他们一起跑装修的时候都是翻的。是啊，我们跑装修的时候两口跑完就跑。你点的是红烧肉啊？红烧牛肉。哦，红烧牛肉。我都开车的 ETC 办了没得？不需要，我们办的哈。现在注意，我也不容易啊，各行各业都卷得不得了。啊，为啥子办 ETC 还要到处推呀？那就是业务。哎，你们的。哎，我们来嘞。你们还一罐？没有。没得了，三份儿。哎。哎，你也是牛肉啊？哎，我不是牛肉，我的搞错了哈。我的是泡菜鲫鱼。喵喵喵！怎么样嘛？我学猫叫的那个声音还是有点像嘛，能跟它引起共鸣。来吧，你吃个牛肉嘛。我不吃，我等我的鲫鱼。今年各行各业都不好做哈。如果说你们碰到有业务员推销的时候，耐心一点，不要过于的去那个别个哈。如果实在不需要呢，就给他说一个。不需要就行了。哎，那才是我的，对头，谢喽。哎呀，看到都流口水。真的是嘿。我们吃饱了。都等你了哦，都等你嘞，我们都吃完了，看嘛。我来的晚些嘛。那晓得我样子。哎，而且你那个嘛，要慢慢吃了，你那个。饭吃完了，现在去订桌儿。每次在确定任何一样材料的时候，是最纠结的。东看西看，东看西看，那块也想要，那块也想要。那块看来也可以，那块看来也将就。说装修你最好不要做主，做主的话真的让你很头痛，知道吧？选择困难症。选了半天，最终确定要那个颜色。还是要去买一个，选那个亮堂。嗯，好。再算面积，交钱。这边啊。啊。都是大点儿噻，嗯，七五够大了。我们今儿把洗菜盆买了，把地楼买了，然后还有瓷砖定好了，门的颜色也确定了，是吧，杜姐啊？嗯，其他的就没子了。我刚吃饭的时候有一句话没说完，今年各行各业的业务都不好做，
我们在面对各行各业的业务员的时候，还是稍微客气点哈。包括以后我在卖货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啊，你们对我客气点，大家相互多包容啊，生意不好做。说实话，正是因为这个大环境生意不好做，我们相互包容一点，让我们相互呢日子都好过一点，生意好做一点，对吧？嗯。是的，老板哈，装修的时候啊，你那份心也不错了。哦，也对，装修的那个施工队啊，也稍微客气点，他们也不容易，我们也不容易。然后他们也对我们呢客气点儿，然后少赚点儿，我也少赚点儿，他也少赚点儿，大家日子都好过了，是吧？年过完过后，我们今年的装修呢就要开始正式进入那个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了。所以说我们在初四初九那两天就把它确定下来，为后面打好基础，因为我们今年要搬家哈，说时间工期还是比较赶，比较紧凑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为止了哈，祝你们生活愉快，拜拜。这边不拜拜吗？嗯。你不拜拜吗？哎，对，不长的嘛。